到是八九月的时候，它就结果，它就机会比较大。好，右前方这边有看到很多鸭子，那个花嘴鸭，嘴巴黑色的那种花嘴鸭。那花嘴鸭是过去那边那个叶子很大的那个香蕉树，啊，香蕉树只要结香蕉的话，它会吸引一些花蛾下来。哎，会飞耶！它也不会飞，它野生的。那是什么？花嘴鸭，那边叫花嘴，嘴巴黑色的。也是鸭子的。哎，它是野生的。会飞的鸭子吗？会，我们鸭子其实都会飞的。但是很胖的就飞不起来。很胖是飞的比较低啊，没有。飞不高了、啊。哎，对。好，右边是梅花第三凉亭，在我们搭船那边走到这里搭20分钟，很快。